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1004年4月1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，不施蚂蚁小鱼，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1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继黑奴及女权意识抬头后，近年来物种平权意识也逐渐昂首，透过游行、网路、电影、广告等媒介，让人开始正视动物在这个世代所受到的迫害。英国动物之家即透过广告呼吁动物对人的爱没有品种之分，人对动物的爱又能否跨越品种的框架，以领养代替购买。在车水马龙之间，当你只身一人面对这个世界，辛苦的工作，冷漠的人群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也逐渐失去笑容。但不管你什么时候回到家中，总会有一个热情的迎接，纵使他不知道你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对他来说，他在乎的是主人回来了。狗狗单纯而无条件的爱你，对他而言，你就是全世界。